大班旅游，希腊爱琴海，十天罗曼游，带你横跨九个地点，尽情享受最地道的希腊体验，仲包括全年升级六晚入住，拥有地中海私人沙滩的五星酒店。我哋将由多伦多出发前往希腊，我哋会为你安排专车接送，带你去雅典围城，参观阿克罗波尼斯遗址，是古希腊建筑的经典之作。再到希腊的天空之城梅特奥拉，拥有不可思议的地质构造和悠久的历史，为朝圣者创造了令人难忘的景观。米克诺斯岛最受欢迎的希腊小岛之一，不要错过岛上的标志性风车，错综复杂的白色迷宫，碧蓝的海水点缀相衬其间，是你真正体验希腊爱琴海的开始。之后你将乘坐快船前往著名的圣托里尼岛，你可以漫步在岛上的小巷中，欣赏壮丽的海景，以及欣赏世界闻名的日落景色。我们还会前往希腊首都雅典的主要广场之一宪法广场，和其他历史景点例如锡尼城、那普良等。我们的专业导游还会和你一起一网打尽传统希腊千层饼、油浸八爪鱼、羊肉、烧春鸡等美食。现在报名还每房减加币400元，咁吸引仲等乜嘢？快啲打去大班416-646-8828报名啦！